我感觉得挺长时间。谢谢英伦格调。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他想要的世界。全军出击。喂，不去自枪不动弹了，他也没掉线啊，上厕所了可能。是的，还有三分钟开奖啊！谢谢希望换名字中大奖。刀锋呢？哎呦，丢一个兵，呀，这皮肤好晒呀！谢谢老板们的办卡啊，人有点多，我就不说了，人有点多。你到底打不打？不灭，拍地板 ，W 吃药，平 A， 平 A， 再平 A， 有点痛。他连被动都没有啊，他就两层被动，他打我就这么疼。收一枪 ，W 拍地板，套点盐，闪现平 A， 再 A 一下，你不闪？这波不闪现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跟我俩省技能，我吃个药拍地板 ，W 平 A。平 A， 靠！哎呀，玩的真累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先来个晋级背心吧。差一秒钟，没 A 出来。谢谢汤是张比斯，咱们这把主 W 的技能啊。谢谢小猴子明先生，爱你的人是我爸。还有四十秒开奖啊，最后四十秒了。谢谢明先生。感谢 DY 爸爸。还剩二十秒。这波没人偷个塔啊，谢谢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感谢改名解读，我拍地板。本来我们前期就弱，他打个石头人他还不打，不打就算了，爱打不打，回家了。你不打我才开心呢，我回家了。这谁呀？先来两个红宝石，撑一撑我们的血量。
这刀妹什么皮肤？我看看啊，西部天使巴耶利之声，巴耶利之声。这波我们有点盐，有大招啊！刀锋不知道我们要升级，先 A 个不灭 ，A 点盐 W 平 A Q 随便来，大招拍地板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你以为我没升级，其实我升了。马上有啊，好，回家300块日元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呀，好难玩，四个药抽一下，好难玩，好难玩，这是银马来的第二趟了。重点照顾这个家伙没用，我们属于出右装的，这石头人出右装就只能挨揍。一点死了，我都没想到女警能死。下边的银马再敢来，我就双杀。先去查个针眼儿的，我为什么会点爆破呀？除了爆破还有什么？生命源泉啊，生命源泉没用，那还是爆破吧。我疼死了，吸血，开地板，哇，好秀，好秀的刀妹儿。可惜了，不能杀。哎呀，这他都不打，我要是这刀锋，我直接大着这石头人，我就开干。这也没多少血呀，传送了还，差200块钱，补个200块钱回家吧，正好我们日炎了。哎，这中路可以干一下。这蜘蛛我是真服了，这蜘蛛我是真服了。你为啥一开始不议冰女啊？大招换大招吧。
你看看人家人马，你再瞅瞅你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。你看看人家人马的反应，呀，蜘蛛把人马杀了，可以啊，换人了，突然之间我有点无敌，突然之间就是那么有，你突然之间非常的突然，他破败了，这波要不回家了，等一等吧，可以打，我们马上有大了，有大有点盐应该能打，哎，拆中去了，那我拆上了，你们好像没我拆的快吧，我感觉没有，走回家，3200块钱。3200加1900，不对不对，1350加1900等于3250，好像够。哎呦，我无敌了！我这一手大反甲加上一个大日炎，这就找着 ADC 的。刀锋要吃我的塔皮了，算了，下路应该去不了，拉倒吧。等我们来了一个二速还再去吧，剩最后一下你不拆了。你好，我来了，花里护哨，花里护哨。你快点给我倒地，我石头人都不混了，你玩个刀锋还混起来了，回家。为什么加324块钱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补了个兵，所以加了324？能明白不？因为那个兵跟人是一块死的，他300，小兵24块钱，一共324，明白没？我等一会儿再到啊，兄弟们，我大招还没好呢。兵也不是24啊，近战兵怎么不是24？那近战兵多少钱啊？我看看，安德米大波 Q。后排小兵14。炮车87，
那进就哪就那么狠的呢？进就狠成这样吗？这进，等进啊，等进，别着急，你们打得过我？你们打得过我这石头人？我杀这板猴，那刀锋都不值钱，无所谓。别抢人头，那进怎么没来呢？那进呢？那进呢？别让我逮着你啊！你可别搁塔下出来，你让我逮到你呀！哎哎哎，这里的血！哎，这里的血！要我看看了，要我看看。好。哎，ADC还敢出来？你是一个兵也不给呀、啊？先把满豪给他杀了。谁？就你叫兵女啊？我不敢杀你是吧？嗯，我这么是不敢杀你。先杀银蟒，再杀这刀锋。我们要回家了。哎，在我后边。来个冰心儿。别让我看见这个 ADC 啊，让我看见这个 ADC 我就直接创了。他居然不害怕我，我没想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在勾引我呀。抱我，你抱我，你还敢，你还敢抱我，你们家 ADC 都不敢打我，你还敢打我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兄弟，我是真想不到你还敢打我。什么人都敢打我，现在带线呢，没关系，我回去就行了。你俩要干啥呀？啊，你俩想干啥呀？造反啊？是不是造反？是不造反？是不造反？我就想问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造反？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还造反？我看谁要造反？我先去打个红去，红刷了。不让我回家，回家了，我们冰心儿了，投降了，怎么投降了呢？给大家解